金智秀 solo 幕后拍摄花絮公开，称想要加入韩国元素，所以这是指的背景中的水墨画吧。또많았고강렬한빨간색도있고한국적인느낌도좀내고싶어서그런요소들한번가미해봤는데블링크들이어떻게생각할지너무궁금하네요